台风过了，但是在羌原大太阳底下，居民出入还是得涉水而过。台风过去了，但是在屏东的羌原，透过镜头还是看得到到处都是积水，像在这边这里可能大概在小腿高度，但是越往里面走大概在膝盖以上。地洼是个主因啊，问题是又遇到满潮啊，脱水机功能没办法，那个雨势下的太大，一下子也没办法把那个水量抽出去啊。地势低洼，大雨过后遇上满潮，当时积水最高约半层楼高，抽水机运作不及，整个村大半都泡在水里面，透过国军的装甲车才能一一把物资送到居民手中。而要了解灾情，总统蔡英文到羌原关心。可能爱过你嘛，因为电条吼长太侪，长300几米吼。哦，安尼。哦。对，今天问高雄调抽水机回来。允诺从台中、从高雄外县市调来抽水机，把路面的积水给清除，并且恢复供电，期待让居民能够安心过中秋。台新闻朱龙、萧红树，屏东报道。